大姐啊，昨天把她接回来了。哦，那我看看了。哎呦，胖了胖了。大姐也讲啊，这个带小子还是她姑妈带的好。哎，对呀，老人有经验嘛。怎么，你要出去啊？哦，就带她到前头那个公园去晒晒太阳。对对对，今天天气好，晒晒太阳去吧。路上小心一点哦。好的好的好的。阿婆，哎，你拿着东西上楼梯的时候也小心点啊。好，知道知道。阿婆，我走了啊。哦，早点回来。 又忘带什么东西了？哎呦，哎，小强，哎，忙活呢。小管带着出去晒太阳了。哎呦，真不巧。你看家里什么都有，你每次来都大包小包的。一点心意嘛，要不我坐着等他一会儿。 要不用，那个小强啊，小管带孩子行吗？那么年轻，没经验，我还真不放心呢。他挺好的，他帮了我不少忙。小强啊，你现在还没有工作，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呢？没困难，真的没困难。有困难就跟我说，毕竟我是孙子的奶奶嘛，又不是外人。 坐，我们俩聊聊嘛，啊，小强啊，那个光要把鉴定报告给我看了，我收起来了，以前冤枉你了，过去不说了。 我要说的是，谢谢你啊！你还愿意主动去做亲子鉴定，我非常感激你。我们刘家终于有后了，我也对得起光耀死去的爸爸了。我可以常常来看看他。 毕竟名正言顺了，是不是？
我是想说，你忽然来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意思？啊，我是想啊，那个，你要是孩子带不过来呀，我可以帮着带的，光耀就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有经验。您现在年纪也大了，好好享享福吧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最要紧。我每天都锻炼的。 我的身体你不知道吗？我身体好得很呢，尤其要带自己的孙子，我浑身都是劲儿。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自己带的。哎，是，哎，那个，我可以常常来看看他吗？这奶奶看孙子嘛，天经地义是不是？也不是，你今天忽然来，我都觉得挺意外的。是。 我今天失礼了，没打招呼就来了。可是既然已经来了，以后再来就不意外了，是吧？我的意思，你一下说要常来看毛毛，我没有心理准备，这个我也得跟家里人再商量一下。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？我是奶奶，她是孙子，我们有血缘关系啊。再说了，哦，不让奶奶看孙子。 这要传出去，人家说你与小强不通情理的。好了，毛毛既然不在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把这些东西您带回去吧。哎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我所有的财产给毛毛，我都愿意啊。好了，不吵你。 小管呐，小管，哎呀，阿姨啊，带毛毛晒太阳啊！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哎呦，阿姨，你气色真不错啊！那当然了，心情好嘛，都有孙子了。哎，阿姨，大姐讲的，这个孩子谁都不能抱的，谁都不能抱的啊！你紧张什么呀？我刚从他那儿来，他答应的。他答应的？啊，做奶奶嘛，抱孙子不天经地义啊？ 来，拿着。啊，好吗？啊，哎呦，宝贝儿，你醒了。哎呦，你看看多精神呐！哎呦，我们这多帅呀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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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看看长得多好，来盖着盖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，他跟光耀小时候可像了。哎呦，吵你了啊！奶奶把你吵醒了。哎呦，哦，小小哦。 哦，哎呦，你看多乖呀！哎呦，他叫奶奶吗？你有没有叫奶奶呀？哎呦，你看长得多好！拿着，阿姨，把孩子给我吧。妈，我们回家了。 今天真的不是我让他抱毛毛的，他讲是你答应的，所以他也跑上来，他就抱毛毛。我都吓死了，还好你来了，不然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嘞。跟你没关系。哎，小宽，哎，这事儿千万别让家里知道了啊。哦。哦，大姐，有句话我不晓得当讲不当讲。高红阿姨之前是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。 但是她毕竟是毛毛的奶奶嘛，奶奶抱抱孙子，也是天经地义的嘛，对吧？老张啊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，个性倔强，我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来求你帮忙的。怎么了？
今天我抱孩子抱得好好的，于小强一来二话不说就把孩子抱走了，这不摆明了告诉我不能靠近孩子，不能抱孩子吗？老高啊，离婚让于小强真的很伤心，你们那会儿指责孩子不是老刘家的，这不等于断了跟孩子的联系吗？现在做了亲子鉴定就要把孩子要回去，这世上哪有不付出就要得回报的好事儿啊。我没有说现在就要抱回去啊，我只是希望能够让我看看孩子，抱抱孩子，我带带孩子。是他们离婚的时候是闹得一塌糊涂的，但是大家都有错呀。再说了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他毕竟是我们家刘光耀的亲生骨肉啊。为什么我一个做奶奶的，我连我自己的孙子我都不能看呢？你不知道我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份亲呢，那真是血浓于水呀，打心里都清啊。好，老哥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啊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我自己的孙子我不能碰，我不能抱，不能看呢。那老哥，你让我怎么帮你呀？老张啊，你跟小强的妈妈是世交，也是你到我们家告诉我小强怀孕的事儿，我请你帮忙跟小强说一声，允许我去看看孩子，求你了，他听你的。可是之前你们把于小强伤得这么重，这我都知道的，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没有立场。你是拒绝我？对，我得尊重于小强的选择。老张啊，你真是太不通人情了。是我不通人情，还是你们冷酷无情啊？老高啊，你知道于小强生下这孩子多么不容易吗？他是被你们家小三气得早产，差点没命，你知道吗？在他最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人呢，都上哪儿去了？可以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没有谁比于小强更爱毛毛，也没有谁可以不顾及他的感受把孩子据为己有。如果认为我拒绝你就是不通人情，对，我就不通人情了。因为不是所有的伤害说原谅就能原谅的。对不起了。没想到我妈妈一枪头就把你毁掉了。哎，你那个前婆婆也太势利了吧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之前干什么去了？真是的。哎，我越想越气恼，他们凭什么怀疑毛毛不是他们刘家的啊？现在亲子鉴定做出来了，就是他刘光耀的，估计他现在啊撞墙的心都有呢，自己的孩子不能认，真是活该。哼。可是他妈妈要是一次一次过来看毛毛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不要理他，照样拒之门外。我也这么做了，可心里还是有点不忍。你说奶奶来看孙子，我死活不让，会不会有点无情啊？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是他们无情在先，好吧？那倒也是，以前死活不认，现在一下子又热情如火，太不考虑我的感受了。再说我也得考虑我们家佳明的感受。
佳明对我去做亲子鉴定，心里一直有障碍。本来他一心一意把某某当自己的孩子养，你说现在刘家人一次一次跑过来，那不等于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，某某不是他生的？你说他心里怎么受得了？对呀，包佳明这个人啊，再厚道也受不了这个打击的。小强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听我的，人来了不让看，来了就赶，门都不让进。他像个恶婆子一样的。哎，对待这种人就不能心慈手软的。哎呀，那你说毛毛要是长大了知道我这么做怪我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做事情嘛老是瞻前顾后的。干嘛呀？你想跟他们妥协啊？哎，别的我不敢说啊，你要这么做，包家明那一关肯定过不了的。不信我可以帮你去试试看呢。我今天又去找于小强了。啊？不是，我想孩子嘛，一个人在家里头憋得难受。那您是不是跟他提亲子鉴定的事了？那当然了。我还试探着问他呢，嗯，说毛毛能不能让我带，让我养，嗯，他一口就回绝了，一点也不给面子。您呐，也是太着急了。哎，嗯，亲子鉴定不能白做吧？那你说孩子还认不认呢？你别问我这个，一问这个我就纠结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就听我的。嗯，你说。第一。找周律师，问他如果小强不让我们带孩子看孩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做什么准备？第二呢，我们仍旧采取主动，经常没事就到于小强那里去走动走动，软磨硬泡的软化他。第三，给孩子准备一笔钱。睡着，啊，睡着了。我只要一弹吉他，他立马就睡着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还不信。信信信，这回我眼见为实了，好吧？轻点儿。现在妈妈可听我话了。哎，你猜啊，我一喊他名字，他会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眼睛就滴溜溜转，到处找我。真的？以后他要开口说话的时候，第一个叫的肯定是爸爸。把你给臭美的！哎，如果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老刘要过来认毛毛，你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一脚把他踹出去！老刘什么人呀？哦，他以为做了个亲子鉴定，他就可以当他爸爸了。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哪儿啊？小强快死的时候他又在哪儿啊？你让他来试试。姐，问你个事儿呗。那个芳芳让我去他们家见他妈妈，我该不该去啊？什么叫你该不该去啊？我想问你爱不爱他呀？爱，当然爱。可我不知道我见了他妈妈我该说些什么。什么话都别说，就干活。啊，干活？你的准丈母娘看见你喜欢干活，准喜欢你。我懂了，我这么脚踏实地，哎，接着就是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欢喜。张阿姨要是喜欢你，你们俩的事就八九不离十了。耶耶，这样姐，我先帮你干活吧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你的准丈母娘。那如果人家就是想经常过来看看孩子呢？那也不行，一旦松了这个口。以后还没完没了了。
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要是于小强同意呢，他同意他们经常过来看孩子，你怎么办？你觉得于小强有那么二吗？如果他同意他们来，这就等于是引狼入室，羊入虎口。那倒也是啊。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如果要问吗？哦，没有了。你确定于小强没有别的要问了？芳芳，你怎么了嘛？哎，你总是不留下电话号码，却叫我要把你送回家。看，看我脸上写什么字啊？没字儿，挺干净的。我脸上写了个大大的景字啊！哎呦，我怎么那么二呢？我哎，我都掩饰成那个样子了，还是被包家明看出了我的用意。哎呦，气死了！哎呀。我知道你对于小强好，你真心关心他，但有些事情呢是他们两个人之间面对面谈的事儿，你就不要旁敲侧击了。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了？什么叫旁敲侧击了？啊，朋友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那何况是于小强的事情，我当然要管的了。好，你都说了朋友的事要管是不是？那我们俩的事呢？我们俩什么事情了？不是你说你要带我去见你妈妈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的了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上回你就说过的呀。上回？啊。上回是什么时候啊？哎呦，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了？哼，这种事你也能忘啊？你脸上还真写个景字。怎么了？过来。你今儿是不是让芳芳来试探我了？试探什么呀？那些问题是不是你让他来问我的？他问你什么问题了？于小强，你怎么那么能装呢？我装什么了呀？睡觉。我不睡，你睡了我怎么睡啊？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我原本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爱我，你担心我会不高兴，所以呢你就派出了你的闺蜜芳芳来试探一下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。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就是怕你不高兴，我才让芳芳来试探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老太太去医院找张阿姨了，让张阿姨来劝我们俩同意她能经常来看毛毛，结果被张阿姨断然拒绝，所以芳芳就来找我。我就想，反正老人嘛，所以就想让芳芳问一下你的意思。小强，你怎么那么善变呢？一会儿说不是，一会儿说是，这一分钟不到的时间，翻手是云，覆手是雨。你别以为你年纪比我大，你就可以蒙我。那我以后怎么相信你啊？我怎么知道你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怎么了？承认了也不对，不承认也不对。翻云覆雨，都是因为我爱你。我可没说翻云覆雨啊。我就是喜欢翻云覆雨。那你翻一个给我看看。我上山是虎，我下海是龙，我在人间是堂堂的大英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停。跟你说正经的，你要相信我，包家明有能力把毛毛带大，把他养好。你看我，多阳光，多
聪明、多帅，又有事业心、又有责任感，所以去他妈的老刘，我可以把毛王变成包家明第二。你今天晚上又没刷牙，是不是？哎呦妈呀！喂，120吗？这儿有一个病人晕倒了，赶紧叫救护车。别啰嗦了，芳芳，你能不能快一点说呀？到点了，我要给我儿子冲奶了。佳明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。小强，你们怎么又来了呀？我们来看看孩子，光耀可是第一次来呀。给孩子送点东西。进去进去。哎呦，看到奶奶来高兴了是吧？就搁这儿吧。哎呦，你接电话，我来抱孩子。哎呦，喂，我现在这边有点事儿，一会儿我给你打过来啊。你先抱一会儿，我给他冲奶。哎，好好好，你妈。光耀，来，赶紧抱抱儿子。我不会，别摔着他。哎，在这抱着抱着。啊，你儿子，你是爸爸呢。怕摔着，怕摔着，坐着。哎，你看刚刚看到你吧，你一见到你他就笑，这就是血亲呐！哎呦，知道爸爸来了。你别说妈，长得是挺像我的。是啊。哎呦，你看要跟爸爸说话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哦，你看看，尤其那脑门啊，那真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来来来。来看这里，看看奶奶，好吧？哎呦，你看多乖呀！哎呦，宝贝儿，哎呦，没有叫奶奶呀？那个，我能抱会儿吗？哎，不抱着吧，那顺便喂奶。来来来，给围着啊！你会喂吗？哎呀，喂奶还不会吗？来，小强，我跟你说两句话啊。来，来，小强，拿着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每个月给孩子的生活费。这个我不要。你看看你，又不是给你的，给孩子的嘛。上次你给毛毛的红包我收下了，这个我肯定不会要，以后的我也绝对不会再要了。把孩子给我，我在给孩子喂奶呢。你有什么资格？慢点，刚喝完奶。小强，亲子鉴定咱们已经做过了，我的亲生儿子，我抱抱怎么了？依然太过分了吧！妈，咱们走。我还有话要说呢，你到下边等我。小强啊，我今天跟光耀到这里来，目的非常单纯，就是给孩子买点东西，给孩子送点生活费。怎么了？我来看我的孙子，还得看他的脸色。他谁呀？他是我丈夫，是我爱人，现在是我孩子的爸爸。刘光耀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亲子鉴定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我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。我现在有自己的家了，你们不打招呼就跑到家里来，你要认孙子，他要认儿子，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，你们也应该为我想一想。小强啊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局面。我不是来找麻烦，也不是来吵架的，很单纯，就是想要看看我的孙子，他什么样子，他跟我们耍什么态度啊？啊！我就耍态度了，怎么样？我就是不欢迎你们来。我现在对你就一个要求，马上给我出去。你别这么说话好吗？那你让我怎么说话？他不走，我走啊。你走吧，都在气头上，什么话都别说了，好吗？回去吧，求你了。
这个拿上。懒得忍气吞声受这家伙嫌弃呢，什么人嘛，简直一流氓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哎呦，毛毛真可爱呀，真是太可爱了。哎，广耀啊，你抱着孩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？感觉就像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。那倒没有，这是你们女人的感觉。不过你说奇怪不奇怪，我一抱他呀，就感觉这心像化了似的，感觉为我这儿子我能做任何事情。所以呀，我们一定要争取能常常看毛毛。嗯，我恨不得天天都能抱着他。未来等孩子大了，咱要回抚养权啊。嗯，我的儿子嘛，当然该我养活。你为什么让他们进来？不是说好了不许他们来吗？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来呀。今天小管请假，我一个手抱着孩子，一个手接电话，门一开他们就进来了。你给谁打电话？芳芳。他们进来了，你不会把他们赶出去吗？你说话呀。我刚进来的时候啊，刘光耀坐在我坐的沙发上，抱着毛毛。他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就像一个老师在教训学生。他凭什么？他没把我放在眼里，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毛家明，讲点道理好不好？今天当着老太太的面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又不是没听到。说这些有用吗？他们今天不是照样还来了？除了今天，他们还来过是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想怎么样，于小强？我想跟你好好过。那就回答我刚的问题。前两天老太太是来过一次，刘光耀没来，我当时就挺不高兴的，他没坐几分钟就走了。哎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能瞒着我就瞒着我？你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吗？今天我要是不回来，你这事还想瞒着我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说话能有点底气吗？我们俩别吵了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让芳芳来试探我了，你心里面早就有主意了，你想死灰复燃，你想让他父子相认。宝佳敏，你说这话太无聊了。我无聊吗？无聊。我今天进门的时候，我看你们三个人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我什么感受？明明屋子里是四口人。你别跟我。我说不过你，我不说了。哎，你想怎么样吧？我想怎么样，你不知道吗？来了。呀，周律师。你好，兰心。刘总又要来这儿谈点事儿。哦，他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哟，可能是我来早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快请进。好。最近忙吗，周律师？忙。如果连咱们律师都闲得没饭吃了，要么呀，就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了；要么呢，可就是这个世界彻底乱套了。您说的对，请坐，我去给您倒杯水啊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喂，小强，现在，哦，也行也行，那在哪见面呢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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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，那咱们一会儿见。嗯，小强说要跟我单独见个面聊聊，他回心转意了？但愿如此吧，我先给您送回去，然后我去找他。哎。
你不是跟周律师有约吗？哟，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，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呀，别打电话了，你赶紧靠边吧，我自个儿打的过去告诉他，顺便跟他聊一聊，你赶紧到小强家去。没约到他家，在他们家那边的一咖啡馆里面。约在外边谈呢？啊。那恐怕没什么好事，我们一块儿去。没事的，他说了想跟我单独谈谈。哎呀，那不就是谈毛毛的事儿吗？儿子，现在毛毛可是妈妈我唯一的盼头了。你想想看呢，我一个人在家里头孤苦伶仃的，我多渴望我的孙子能带给我一点欢乐呀！我就怕你跟小强谈崩了，到时候啊就断了我的盼头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有些话不方便说呀，我可以说，我可以倚老卖老。再说了，我能抓住小强的软肋。啊，我明白，但您去了，他要真误会了，反而不好谈。您放心，我能对付。不好意思啊，赵律师，我们家老刘平时很守时的。没事儿。我可以等他的。你说他知道你来还非要出去，也不知道和老太太去哪儿转了。是不是去于小强家了？是吗？您怎么知道的？他今天约我来就是要谈谈他想争取儿子抚养权的事儿。我呢让他先去探探对方的口风。我们家老刘是有这个权利的呀。喂，刘总。哎，周律师，您是不是快到了？我到了有一会儿了。哎呀，真是抱歉，我是临时有点事儿，现在过不去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下午见个面。下午不行啊，我两点要出庭。哦，那在哪个法院呢？长宁法院。哎，那正好，我在长宁法院旁边的 106，我在跟人谈事儿。那这样，我谈完事儿呢。找您，咱们找个饭店一块儿吃个饭，咱们边吃边聊，好不好？行，那咱们中午见。OK。来，亲爱的，我就先走了。刘总他临时有事，我们俩约了在外面谈。不好意思啊，害你白跑一趟。你们约哪儿了？不会耽误你下午出庭吧？不会，他正巧呢就在法院附近那家 106 咖啡馆，我在那儿找个饭店。就利用午饭那点时间，正好量不耽误。啊，行，安排好了就行。那我送你。对。有什么想法？你谈谈。好吧，我们家不是客栈，你结婚了，我也结婚了。我们现在都有各自的生活了，不要随便就上我们家来，好吗？我承认我们没打招呼上你们家，这是我们的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不过，我们虽然各自都再婚了，但孩子毕竟是我们的。我觉得你让我妈妈不去看孩子，这不对。我觉得我们没错。你们没有错，嘉明跟我吵架也没有错。你们不能只考虑你们自己的感受，我现在日子没法过了。所以麻烦你转告你妈，以后不要再上我们家来了。这也是我今天约你谈的意思。你这话说的有点没道理。那我妈是孩子的奶奶，那奶奶看看孙子，这是天经地义的吧？你再说我，我毕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你不能把我这个亲生父亲拒之门外吧？你不可能让我和孩子一辈子不相认吧？于小强，你做得到吗？我做得到。我们俩结婚七年。因为你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我们俩分开。因为你跟你妈不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俩离的婚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到。我明白，你心里一直没原谅我，你可以一辈子都不原谅我，那是我犯的错，我来承担。但我今天不想跟你谈这个。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感受。毕竟我们是那么多年的夫妻，有些话
我好像只能跟你说。当我抱着孩子的时候，我活这么大，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血缘关系，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骨肉相连的感觉。我有点感动。晚了，你知道吗？活到这岁数了，事情也经历了不少，有些事儿也都明白了。别的不说吧，咱就说这血缘关系，这东西它割舍不了。所以我请求你，能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为我的孩子做点什么，能出钱出点钱，能出力让我出点力。我也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，血浓于水我也无法改变。我们俩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，彼此都让一步。你看这样行吗？我答应你们，一个月来看一次孩子，时间地点我来定，绝不会是在我家里，可以吗？我先谢谢你。不过，我妈那儿我可能不大好交代。你说一个月看一次孩子，时间有点长，你看看能不能一个月看两回？我答应你。只想伴奏下去，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犹豫，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再分离。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不会再分离，爱
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为了幸福，我们爱。